在座的每一位都有一个所谓人有一个人性。记住我昨天在这个咨询的时候，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这个陈召回在场，昨天他是当这个召主席。我在昨天咨询的时候，我提到，因为依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呢，我们张建有发现也好，这个都要等到他这个审判这个完全这个停止之后，才可以考量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根据这样医师的证明，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条件，所以我希望这个当局能够真的是依法来行事。啊，我这里说特别重要，这个强调这一点，要依法来行。我们现在根据我们这个法院本身的这一个报告，这个陈前总统的这些健康情况已经达到这样一个以前马总统亲口讲到的，说，假定要这个 partner 也好，其他这个比如说这个保外就也好，一定要这个所谓这个审判的程序接这个有一个程序接这资料的规定的地方，我希望够吗？那我想这个现在这个条件已经够了，所以希望这个当局能够真的是要能够啊，把这个张树景这个把它看得这个很严重。那希望这个刚刚我们两位这个所做的报告已经给过一个印象，一个事实，一个证明是非常非常严重，所以这个生命的一个严重性已经不能够再拖。所以我再次谢谢各位，这一方面谢谢各位这个服役啊，过年啊是人人之产，而且他已经啊身带重病，为啊全国甚至世界啊啊这个人权啊这个叫手指木哈，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啊，我们小时候过去都看过一部电影叫《恶魔岛》。那今天呢，我们的感想是说，美国的恶魔岛早已成为历史的过去。我们真的，台湾所有的乡亲愿意看到台湾的恶魔岛在阿扁身上继续上演吗？我再重申哈，美国的恶魔岛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难道我们台湾2300万人愿意看到台湾的恶魔岛还继续在阿扁身上上演吗？因为以阿扁的目前的身体状况跟在狱中的这些处遇，生不如死，他的意志力在挣扎，但是他的生命力自然在凋谢当中，这是恶魔岛才可能关出来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在这边呼吁，能够为这件事情解套的关键人只有马英九总统，只有马英九总统。马英九总统这个时候应该是要做决定的时候了。谢谢。这次也是帮助阿扁总统的立法院的同事，还有郑大律师，今天来其实是要跟各位报告说，其实我看到的陈前总统的这个医疗的处理，越来越发现这里面已经不是法务部所称的所谓的依法行政，因为其实我们在看到他从台北的荣总这边整个移到台中之后，我们就看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好，照顾的越来越糟糕，然后呢其实已经不符合所谓监狱行刑法上面所谓的不能适当的治疗。那我记得当时是在医师建议说应该要开刀治疗的时候，当时所有的医疗团队希望能够要求矫正署让他符合，他能够到台北荣总去让他自己的医疗团队然后进行手术。我记得那时候矫正署第一个时间是拒绝的，那我当时跟矫正署说你应该要让他接受自己的医疗团队治疗。那到后来终于我们这边家属就不坚持的情况之下，各位发现最后台北这边改成台中荣总之后，如果能够符合刑事诉讼法停止执行或停止审判这几个要件，我相信从依法论法
法务部最喜欢讲的依法的部分，我们在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后续绝对会去帮忙，让我去了解是不是符合法律，也希望能够从人道、医疗及法律这三个角度能够兼顾，然后尽量让我们的陈前总统不要真的成为所谓的废人，因为这绝对不是我们一个国家把一个元首关成像这样子的人。我想这个今天我能够表达的以上。今天这样的记者会都很沉痛，因为这样的记者会已经开过 N 次，但是一样没有办法让这个冷血的马英九看到阿扁现在的状况，这是让我们最痛心的。从台北荣总所开出来的诊断证明开始，经给药治药治疗后症状改善有限，已经写得这么清楚了，我不知道说这两张诊断证明难道法务部真的要视而不见吗？难道就因为陈前总统就有不同的人权待遇吗？如果我相信，如果在一般人，这两张医疗诊断证明绝对马上已经到达了可以保外就医的标准，为什么只有陈前总统不行？这不是政治考量是什么？从台北荣总一直到台中荣总已经讲得这么清楚了，而且法院也已经正式停止审判，这些所有的迹象都已经证明了陈前总统目前的身体状况是危急的，但是为什么法务部就站在政治考量而不站在人权考量？